Summer， 今天我和老公呢就来到布拉刁曼啊，就是刁曼岛。然后我们今次入住了这个阿曼刁曼 Beach Resort， 啊，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resort 啦。然后的环境非常不错，很舒服，大家可以看看，继续上去。那我的是炒饭，鸡肉炒饭，吃得好吃。在这里三天两夜的行程里面，每天下午都会有一次的出海浮潜活动，而且每次浮潜都会去到两三个地点浮潜，感觉还蛮值得和蛮好的。海岛就是要 chill， 就是要 relax。 晚上时间吃饱饭，谈完天，走完沙滩，当然还要买零食买酒，回房一边看电视一边黑啦。去 Jungle Trekking 的朋友可以到附近走走看看，我们就是这样慢慢逛到附近另外一间度假屋，也顺便玩玩航拍。Thank you.
这样，我们俩三天两夜的刁曼岛行程就结束啦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帮忙按赞和订阅我们哦。